好了，三二一，来走。水的红包包一闪映出你的如意鞋，门前的包装放飞了梦中的蝴蝶。压岁的红包包一闪映出你的如意鞋，门前的包装放飞了梦中的蝴蝶。青老二在车上拉粑粑了，可能粘屁股上吧，啊，粘上辣椒上了吧，儿子，拉不着走去，搁这块儿。对呀、啊，把你蘑菇开。西藏。西藏。都死。哎呀妈，这过年不行，就是吃蘸酱菜，小葱。这小青椒，小酱一蘸啊，尝尝牛肉，哎，热不热？热不热？酷，台带汤是必不可少的。爬壁上看去，热呀！哎呀，炖个鸡，好吃吗？哎呀妈！哎呀！明天上学了。吃啥？雨果呢？快吃！你看雨俊你吃的呢，老带劲儿。哎呀妈，浓满香！哎呀，我去了，太好吃了。听话时候老听话了。啊哎呀，你看咋还出血了鼻子儿子？哎呀妈，都吃没了还要呢，给他哥哥的分了。真能吃这家。把饭泡汤里吃吧，是肉啊，那肉我得吃点啊，净吃饭。哎呀，我去。有불고기나먹어？불고기도맛있어요구나유준아。哎呀妈，我也吃多了，真好吃。这今天做的饭好吃，还是金老板一家夸夸都造了，老二都造了，老大也都造了。如果你盘蘑菇，都是饿了，这一天没造没吃饭吧？中午就吃点，那个炒年糕啥的去。哎呀，今天大年初三了，大家在家，过年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有个三四天、两三天，大家该上班的上班了？然后我老公，因为他们这边嘛，就好像一共放了五天假吧，包括周六周日。然后我老公今天也去上班了，儿子们也去上学了。现在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，你们猜我在干嘛？我在学习。最近呢，发现了一个，哎呀，找到了一个目标，人还得学习。虽然，然后我就总结出一个道理啊，我在这学习学到半道，我寻思，哎呀，正好该录视频了。然后赶紧来录视频。我昨天晚上啊，自从我发现要学习以后，然后我昨天晚上睡着觉了。我这人干啥就这样哈、啊，就是一腔热血，然后三分钟热血，可能明天就不学了。但是呢，我要学的时候呢，我就尽量快点学，因为我知道我拖个两三天以后我就不会学习了。然后我昨天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，我儿子不是今天上学嘛，所以那个我都他妈7:30就躺床上酝酿。然后早睡早起，7:30躺床酝酿，一般8:10左右哈，酝酿个30-40分钟，他也睡着了就。然后那个早晨吧，6:30就能起来。然后酝酿完之后，其实我也要睡着了。后来，一股神秘的力量，
我也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我赶紧起来学习。然后你们知道昨天晚上我一直学了几点吗？婆婆起来都惊呆了，起来瞅我好几次，寻思这干啥呢，都过来瞅我。我瞅了一眼他就睡觉去了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学到四点，凌晨四点。然后这个我哈买一学上习就不行了，然后那个四点去床哈，那时候有点就是脑袋有点迷糊了哈，睡觉睡到早晨。我儿子不是六点半起了吗，上课上学去啊。然后我还跟我老公说，说给煮个鸡蛋喝牛奶然后吃个香蕉就行了哈。周一那个今天周几啊不知道，然后那个就先吃着吧，明天我不熬夜了我就给你们做饭。哎呀这么着，我早晨他们走之后，他们是七点半啊，七点四十走的，然后我八点，那他们在那听汤的我也睡觉，我就八点就起了，然后现在还在学习中。我发现我太厉害了，我就王老公都说我，哎呀妈，你要是有当初就这学习劲儿，你能考不上建校大学吗？是不是啊？现在不是考不上，考不考得上建校大学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钱去，主要是也啊，我考上的话哈，就是我要有当年有这学习情况，我老师都得说，那佟鹤鸣肯定考上清华北大。嗯，因为当时我上高二的时候，我就记着哈，我去问老师，我说老师，我脸皮可厚了，我是我们班前十名哈，然后我就问，但是我那前十名吧，我也不知道咋得的，就现在你问我啥我也不会，我真是就是没文化，你跟人家那有文化的哈就比不了，你内心没有底蕴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去问老师去了，我说老师，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考上本科不？完我老师就说的。那得看你咋表现了，对吧？那你要说这都快考试了，你天天吊郎当的，你处对象，你干啥的，是吧？那肯定考不上，是吧？你别看你平时考前十、前几的，是超啊，对吧？上高中时候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太正能量，是吧？上高中时，反正我不会呀，那物理就考九分，你这多丢人呐！就看，讲看，我跟你讲，就这高考吧，也是哈，没事你抄点，老师都教，你要能抄点就抄点，对吧？所以吧，其实我考完本科吧，我倒没抄别人的啊，都是别人抄我的。我后边有个男的夸夸踹我凳子，让我给他看答案，我都交给他了。整半天他确实比我考的分高，因为他本身也会点嘛，还抄我点，他比我考的分高嘛。所以这玩意儿吧哈，哎呀，要想成功吧，抄点吧，抄点吧。然后老师就说的，你得把最后时间好好冲刺一下。完我就真冲刺了，每天那家学习干到半夜，拿着手电筒在床上躺到半夜看书，其实都睡着了。但是吧，给人的表象是，哎呀，这个丛鹤敏真爱学习呀、啊，那家伙的，一天学半夜，每天都是我寝室的，室友给我把手电筒扔旁边去，给我盖上被窝，把我扶正，然后让我睡觉去。第二天早上好尴尬不说呀，还说昨天又睡着了吧？然后我室友说的，那可不是呗，你可别点灯学习了，你也学不下去呀、啊。我说是啊，哎呀妈，然后现在吧。又来高中那个劲儿了，人家熬夜学习，学三天得了呗，那玩意儿，一学也不高考也不咋地的，是吧？啊、嗯，也没人看分的，你想学就学，不想学拉倒吧，反正我先想学学，嗯，充实充实我这个，哎呀，不能说我这底蕴吧，反正我也没啥底蕴啊、嗯，我也是山沟出来的，是吧？然后那个今天我就不更第二个视频了啊，因为今天一天我都得好好学习，我过了这个热情我就坚持不下去了，嗯。然后那个大家今天更一个视频啊，嗯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嗯，大家喜欢，大年初三快乐，明天见。